你今日嘅目标系乜嘢啊？我今日嘅目标系要专心咁做出我嘅 webinar。我今日好感恩，我可以好早起身，我好感恩，我好强壮，我好感恩，我好强大，我好感恩，我真系做紧嘢，我好感恩，我开心，我好感恩，我个仔好健康，我好感恩，我可以有选择，我好感恩我系我，我好感恩我喺呢一度，我好感恩我喺当下，我好感恩我学习紧，我好感恩我渗透紧出去，我好感谢我个仔啦，佢咧又好努力咁令自己健康啲，我好感谢我自己个姐姐，因为佢俾到我空間同時間，我好感謝我個朋友，佢哋都好接受同埋好歡迎我。我好感謝我嘅同伴，因為佢哋同我一齊學習，一齊成長。我好感謝我嘅學生，因為佢哋俾我好大嘅信任。我好感謝我嘅屋企人，因為佢哋俾我歸屬感、開心同埋幸福感。我好感謝我個仔，因為佢俾我無限嘅機會 opportunities，同埋我好快樂，因為我就係我。多謝你收睇，你又話我知你今日嘅目標係乜嘢？